灰勺。好的，那不干了。你看那漏沙了，勺。那就来点水，不是？漏点沙，不要。你不行，你这，你看这，你看，不行。啊？我这我再看看。好看了吧，儿子？好看多了。是啊，嗯，哎呀，这好看，还有这大鼓过瘾吧，二的，这大锅也过瘾，还是大锅料出来，这大锅上、你孙大爷可下狠了，这得两个猪的骨头吧，关键谁能吃了这老些呀、还整八个菜十个菜，真的这一锅就够用了，买个大鱼那么大，一天鱼还是驴啊？尾鱼驴不分鱼，在那个锅里、豆芽挺老大呀。哎，这是背生的豆芽。哎呦，这么粗啊！啊，多好！你孙大爷一根根掐的，把那小须子都掐掉了，就成酱粉了，漂亮是吧？嗯。你孙大爷是可会做饭了，真风格。你还有啥鲫鱼？你这能吃多少？他们今天中午没几个人，吃不了那么多。他上次也是一买一堆回来。等小姨回来，大骨头我也给他炖他一大锅。这顿吃完下顿呗。我告诉你，我说你们吃两顿，别给我剩。那就告诉他们多吃两顿就完事了。晚上别告诉他们出去了就完事了。等你小姨回来的时候，我也给他炖大骨头。你两个人吃不完的小宝，吃不完，这肯定是。你要把你糊大泥，我操他妈那十个人吃不完。我要糊大泥了，你们这一帮也吃不完。你们这一好几天才能糊熟，我操！这个啊，这个这整个这些人都够了。这个，别看他小。哎呀妈，豆豆啊，你看我豆豆听不懂。豆豆啊，这玩意儿看研究你了，你小心点儿。嗯，你还挺高兴。你要能听懂的话，你就出去。我们自带好吃的了。妈，你烫点干的不行吗？啊？家里有一缸凉水等着咱俩呢。你那个啥，妈呀，你那个烫点干的就行啊。哎呦我天，这我奶奶他妈中午给我多来点酸菜嘛。哎呦，这个比奶盆大粗的。你们三个一块儿吧。用不太多了，太多了，你们三人一块儿。哎呀，这一大壶，一大勺。嗯，再来点酸菜。酸菜有点少的多。酸菜，这就看出来，酸菜其实才是抢手货。这就是我们家，怎么说呢？做的菜。人家是用碗，我们是用盆。不是人家看着是家里，这是东北菜的。对啊，你得让人吃好喝好，不是吗？这一个一个放，那砂锅太沉了。你绷着吗？烫吗？那个。砂锅得放脚底下，放顶上不行。这个才是重点。这么一大盆。我给你开门。对，有点眼力劲。来，请。哎。好。你看，这回去我奶不用做饭了。奶奶是后一天，不是一顿不用做了，还烫手呢。这是砂锅是吧？嗯，还挺热乎的。奶奶，奶奶在家吗？不知道啊。你俩都点炉子了，人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我们先放这吧。他可能在那个地里啊，还是在哪儿？不知道啊。
他炉子都点上烫上饭了吗？奶奶，我们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嗯。去啥去了？都长出来了吗？你看咱家大蒜挺好的，这不都长出来吗？长出苗了都、啊、多好啊，长得挺快，这两天那天那场雨下还挺大的。这冬天种的。嗯，冬天种的、嗯、现在长出来了，你看长挺长了呢。过的冬，我今天给你带大骨头酸菜，我妈炖了一大锅。家里还有那么一大盆干啥呀？吃啊。家里来人干活了啊，孙大爷买的锅、嗯、家里有人干活整啥的？小棚子、大锅台啥的。棚子整上了？整上了，都快完事儿了都。完工了，那这盖啥都整好了。盖快了。你看那狗骑的，哎呀！刚我们刚进来，他不那个这个不欢迎，这时候急有什么用？拴着吧。都搁这锅。知道我奶一个人吃得吃好几顿，那得吃好几顿。哎呦天，疼成毛些啊！呀，我说呢，我还以为不是回来多少人呢，这饭就我们俩。吓人倒怪的，你说。给你倒一碗奶奶。嗯。那给我。给你。你心拿你奶奶当吃货呢？您啃。我们有，给我们一人拿了一块儿。先给你摘肉吧，那这快吃了。我知道，我吃不了几口。那给你摘，把肉摘了。就前面这一个牙还掉了，你看。烂货。嗯。哎呀，那牙怎么又掉了呢？嗯，就剩半拉牙了。咋掉了呢？这块好，肥一点。不加多了，你就泡完。那再啃呢？羊奶拿个盘子，往盘子里。嗯，没事儿。嗯。你不用管我们。来，你吃啥饭呢？那你不得劲，我不要，我吃啥的。那你不得劲儿？得劲儿要。